準備好啦！呢部石啦出得好齊啊，比較快少少，紅色帽嘅聯安興旺啦，裏邊都快㗎。搖槍大師第三位城通快馬，起步慢少少，第四位嘅匹就粉藍帽嘅烈火戰區啊。好啦，跑到200米路程啦，咁啊過呢個800米段處嘅時候咧，咁啊並排咁啊喺開邊外檔咧，中間位置放頭先就見到聯安興旺啦，開邊黃色帽就係咧城通快馬，裏邊內欄就白色帽嘅搖槍大師，包落米粉藍帽咧反而咧走於二疊咁啊烈火戰區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呢個500米翻入最後直路啦，咁啊走中檔仲係佔先少少嘅聯安興旺啊，400米段处，联安兴旺第二位开边我当拍上嚟嘅咧就城通快马，第三位内栏白色帽嘅摇枪大师，全程走四碟啊，巴尾位置嗰只马粉蓝帽嘅烈火战区就冲落去麻麻地嘅，睇下直路点样追法啦。入到嚟最后直路仲有300米路程啊，咁啊中间黄色帽嘅城通快马走势都唔错嘅，里边咧就反而 hold 翻住先，见到系联安兴旺啦，咁啊白色帽嘅摇枪大师就冲至麻麻地，开边我当咧反而咧就粉蓝帽嗰匹烈火战区咧揿住上嚟，就越冲越劲嘅，最后100厘米路程啊，烈火战区拍住兜咧就系嗰匹咧就黄色帽嘅城通快马，过钟啲时候叮当码头啊，好近噶。咁啊，中间咧就似乎赢少少嘅城通快马，开边外档咧就影相嘅烈火战区，同埋里边内档咧就系摇枪大师，包尾嗰只马咧就系联安兴旺嚟噶，反而啊。